那各位，最崇高的地方在哪里呢？最崇高的地方就是上帝本身，阿们。最崇高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呢？最崇高的思想就是还没有人类，还没有宇宙被创造之前，在三一上帝的内部，在父与子与圣灵之间彼此流淌、彼此浇灌的完全合一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就是这个宇宙当中最崇高的思想，对吧？所以以弗所书要我们从那个最崇高的思想去认识教会。救赎就是上帝最崇高的思想，救赎就是整个宇宙中最崇高的思想。保罗说，你必须去认识上帝自己的思想，因为上帝现在仿佛是把他在永恒当中所写下的日记，现在愿意披露给我们知道，让我们让我们来读一读他在永恒当中的旨意。这个思想叫做福音，这个思想叫做救恩。你若想认识你的教会，你只要观察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你观察你的牧者、你的教会的同工就可以了。他们通常呢都不比你更糟糕，但通常也不比你更伟大。所以呢，如果你通过去认识你周围的人去认识教会，那么你所认识的教会呢一定不怎么样。就像你如果通过认识你周围的中国人去认识中国，那么我一定会同意你的决定，就是中国根本没有希望。你同意吗？我不可能通过中国的现实而去相信中国的未来，就现实而论中国没有未来，就现实而论秋雨圣约教会也没有未来。如果你对教会的认识是基于你对旁边的人的观察的话，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来认识事物的，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我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也是这样去认识自己的婚姻的。如果你希望透过更多的去认识你身边的那个人，认识你的配偶，去认识婚姻，那么我也会认同意你的婚姻看起来根本没有出路，对吧？我甚至会同意关于你的幸福，离婚可能是一个好办法，就像你现在你离开你现在所在的教会可能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好办法。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我们生命成长当中最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崇高，我们不了解什么叫丰盛，我们没有对那庄严和奥秘的深深的属灵的情感和信仰的经历，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那伟大和崇高的、比我们更神圣、比现实更神圣的事物。基督徒当然是相信崇高的，基督徒当然是相信那神圣事物的，因为基督徒相信上帝本身，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基督徒的软弱也是在于我们缺乏对崇高和对那神圣事物的真实的经历，因为我们是站在地上去认识崇高，我们够不到那崇高，于是我们相信崇高的信仰不过如此。如果我们只能够看到5000米高的地方，我们就认为崇高的意思就是5000米高。如果我们能够看到10万公里那么高的天空，我们认为崇高的意思呢就是10万公里那么高。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巧有雾霾，我们只能看到2000米高，我们认为崇高就是指2000米，是这样吗？这常常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常态，对不对？因为你根本没有更深的去经历过崇高。所以以弗所书呢换了一个角度，以弗所书说你的方法不对，以弗所书要给你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要把你提升到天上。他的第二章里面说要叫你与复活的基督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往下去看他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天上这个词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基督让你坐在他宝座的右边，这是整个宇宙当中的包厢哎。然后呢他就对着下面说，你看，那这是我的教会，那是我的身体，那是我的产业，那是我的珍宝，你快看，那是我的新娘，我要借着我的教会现在让天上地上一切有权柄的、一切有能力的、
现在都看见我的荣耀，现在都看见我的智慧。哇，你就发出惊叹，你就发出赞美，你说哇，这是主的教会，这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哇，多么的壮观，多么的宏伟，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圣洁。阿门。